被称为桃源万圣城魔幻厨房的神秘地方。这个奇幻的厨房只在每年的万圣夜出现，为那些发现它的人呈现一场美食和魔幻盛宴。欢迎光临血红吸血鬼，阿财吸血鬼，喜欢躲在棺材里，还喜欢吃棺材吧。木乃伊中餐厅，面面木乃伊，厌食推广者，最爱面面。彩虹女巫咖啡屋，泡泡糖女巫，嚼啊嚼啊，要做最好吃的甜点。端端跳不停 ，QQ 南瓜球，南瓜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台湾超夯的 QQ 球。欢迎光临桃园万圣城，阿甘僵尸，我最喜欢吃水果干了。Thank you.
们桃园万圣节魔幻厨房动画影片，让大家欣赏每个整体跟半年都有。当然啦，活动已经开始啦，待会呢来到一位很精彩的歌手演出哦。他从小呢就学习了古典钢琴，学习了12年，之后呢还参加我们大专院校的比赛，荣获金勺奖的歌唱大赛独唱冠军。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呢，还参加我们《森林之王》第三季海选保证进棚选手，在2023年，也就是今年，荣获第一届影视杯歌唱大赛，荣获第二名。他已经来到现场了，现在成为影视的常驻歌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